一直以来，我都很喜欢音乐。为了这个梦想，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。但是，这不是我犯错的理由。对不起，我欺骗了大家。其实，我是女孩子。时辰怎么会选择公开？坐下，别急，别急。他就是知道我们不会同意，所以才没有告诉我们的。但如果他这么做的话，他一定是想清楚。这可能就是你羡慕他的地方。冠军就这么容易被我拿到？对不起，虽然我以女扮男装的方式来参加比赛是情非得已，但我终究辜负了大家对我的期待，所以，我再次宣布，我将退出《扬帆起航的少年》所有比赛。此前比赛得到的奖金，我将通过节目组捐给福利机构。今后，时常不会再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。再次给大家说一声，对不起。时辰，好可惜啊，这么好的鼓手，可惜啊。你们能不能有点心意啊？乐队周年庆，而且还是顾兰的生日，怎么又是演唱会、见面会这么老一套？要不，咱们今年办个泳池 party 吧？这个值得考虑。等一下，泳池趴也太不符合兰哥形象了吧？还好吧。顾兰，你倒是发表一下意见呀。今年，我想低调点。周年就取消了吧。顾兰，顾兰，顾兰，我已经让人打听过了，他们兄妹因为奶奶去世的原因，搬到北方生活已经一年了。有些事情，你该放下了。有些事情，不是想忘就能忘的。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想过走出来。他当初找了我那么多年，我等了几年，又怎样？一年前的那档乐队节目，由于石城的退出，徐楚楚毫无意外地夺得了冠军，现在已经成为了当红歌手。哇，我们家楚楚也太可爱了！过两天徐楚楚演唱会，你抢到票没有？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学校好像还有个学姐，她女扮男装代替了她亲哥哥参加比赛，差点赢了徐楚楚。有吗？那他现在在哪？当然已经毕业转行了，妈妈天天就送他。你走的这一年，发生了太多事情。即使你被所有人遗忘，但你依然在我心里。我只要一有空，就回兰芝坐一坐。当初，你也是在这里给我告别的。当初多亏了哥哥的请求，我才能重新遇见你，重新找回梦想的渴望，对音乐的热爱，对舞台的憧憬。这份力量足够我找回对生活的热情与信念，来个彻彻底底的重新开始。今天我已经迈出了面对自己的第一步，我想变得更好，请你理解我。顾兰，你要真的喜欢石城，你就尊重他的选择。我手心环绕着你。
兰，你果然在这儿。你见过石城了？怎么可能？我也是刚回来。我妈给我的任务就是必须找着你。我现在的志向是像我妈一样，成为一个优秀的商人。长大了。我长大了，可你却没有。顾兰，曾经在舞台上耀眼的你，点亮了石城的梦想。可你现在却亲手熄了灯，石城一定不想看到你这样。还学会安慰人了。放心吧，我没有一直消沉，我只是在回首过去，这样才能整理未来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我打算退居幕后，培养新人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这是我们公司的新项目，音乐新舞台，以舞台音乐剧的形式来比赛，从真正有歌唱梦想的年轻一代培养出好苗子，成为真正的歌手。我的计划是，你来做评委兼制作人，如何？你真的跟你妈越来越像了。这个我收下了。Yes。我把所有温柔学会，请你可见，怎么形容你？戴上头，想把你抱走，然后偎在你额头。你们两个现在唱的挺好的呀。那是当然。时辰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们俩当然得好好努力，这样等他回来的时候就变成了我们带着他。我们已经决定了，斑马乐团的第三个位置我们永远留给时辰。嗯，只是他真的会回来吗？布哥，罗伯特带着下任公司新签的艺人来面试了。别吧胖哥，我们正准备宰布哥一顿呢。我既然作为节目的制片人，就要对节目负责，选拔参赛者要凭他们真正的实力，谁带着都没用。这个女演员是正常来进行面试的，那就让她明天正常去公司面试。顾客顾客，罗伯特说你必须见一面。顾客，要不还是面一下吧，免得以后别人说我们同一个公司的走后门。叫夏时成，我从小就喜欢音乐，可时代进步飞快，各种诱惑层出不穷，我一度在乱花迷人眼的生活中忘掉了心中所爱，迷失了方向。幸好我遇到了一群可爱的人，他们让我重拾了心中热血，重塑我心中拼搏的火苗。为了回到这个舞台，我又经历了一年刻苦的练习，现在我准备好了。怎么又睡着了？你同学来电话了，都等着你练歌呢。奶奶，石城，要练歌的是石青。起来就好，真乖，一定是做了个好梦。因为热爱，所以信念；因为信念，才有执着。对于我们这一代青春热血梦想飞扬的年轻一代来说，爱与信念才是人生真正的发动机。思念绽放，梦里想象，呼啸而至的去释放，藏心里的一幅画像，你就好像是一束光，微风给了我一块糖，连沉默都笑得着亮，怎样的人生能同样